好，欢迎来到波普者。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传统武术里边的动作的发力方式和搏击里边的一个共同点啊，八极拳里边的顶肘。首先我讲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八极拳的爱好者或者是习练者，但是呢，我讲的里边的这个核心的内容一定是正确的，没有错的。我们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发力的时候落地有个转角。转角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腰胯发力，然后撑手拉回来，用我们的支点把我们的这个动作打出去啊，打出去。这里边有用到气，就是沉气啊，沉气，然后动作打出去。那在搏击里边呢，的共同点是一样的，也是支点进行旋转，带动腰胯，然后把力量打出去。带动我们的核心，力量打出去。所以这里边呢有个共同点，大家可以去体会啊，去体会。传统武术呢，你练多了之后，对我们的核心力量非常有帮助。希望大家可以长时间去练习，